宋飞雷，该救生员。本官同你都一样，以前嚟到呢度都好喜欢中华。钱啊，梗系留翻俾我大哥啦。如果突然死咗，点做啊？语无伦次，都唔知你讲咩。林生，呢幅画系我画嘅，你都知道佢出处。肥臣不敢相瞒，肥臣从未见过呢幅画，亦都不知其出处。感情可以困住，友情可以困住，名利都可以困住，点解唔可以坦白讲清楚？你哋两千米，我哋系咪完噶啦？系啊，朕只想问你一句，呢幅画系边个？大胆张林生，一次又一次欺骗朕。所追求嘅唔系荣华富贵。我要找一个以身相争，只属于我哋两个人嘅。既碎身如石，任由皇上。你犯咗欺君之罪，死不悔改。得令，将佢收家，替求处决。有开心过的。